日本の花編。花の鑑賞。そろそろ花が綺麗に咲く季節だね。公園に花を鑑賞しに行こうよ。いいね。もう少ししたら見に行こう。何が見ごろかなチューリップやラベンダーを見たいな。それはもう少し待った方が綺麗かも。 そうなんだ。じゃあ、今見られる花を調べよう。ミモザなんていいんじゃないガーデニング。最近ハマっていることって何ガーデニングかな意外。庭に花を埋める作業が楽しいの。花を見て癒されるしね。最高の趣味を見つけたね。 开始喽！我们这一次的每日一句主题是你好 h 哈 n no hana”，大家喜欢赏花吗？今天我们会学习跟赏花有关的话题哟、哦。特别是日本在春天到秋天，秋季都有不同的花会开。那如果是三四月的话呢，很多人会来日本赏樱花，对吗？不过除了樱花以外， 还有很多花哦，花的名称，我们今天也是借由这个机会来学习吧。那看看第一个，哎，一号开始哦，hana no k a n s h o a n s h o 就是赏花的意思。即使是看修，s h o 不只是花，还有其他的观赏的东西都可以使用到、哦。那么看看二号的部分。

系列这个形容词加上去，中间加你来连接，意思就是开得很漂亮的意思。那再来由我们看看下一排。好，三号的部分，公園に花を観賞しに行こうよ。公園に行く就是去公园，对吗？然后再公園に行きます。 去公园的中间加上去公园做什么的目的的部分，这就是花を看守しに。所以呢，看守します改成看守賞し这个呢就表示目的哦。那再来呢，花を看守します就是赏花。可是呢，请注意一下，这个看花を看守します。 是比较硬一点、生硬一点的说法，所以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的话，大概也不会这么说。很简单，这么说就好了。ハナをミニコよ、ハナをミニコよ，就是这样讲就可以了。好的，那再来下一句。イネ、もう少ししたらミニコ、もう少ししたらミニコ、前面的一ネ都没有问题吧？好。 不错，就是同意对对方提出来的那些建议、意见表示兴趣的时候的说法。再客气一点的话，い,いですね就可以呀、啊。还有吗？有啥そですね。嗯，听起来不错。哎，这个说法也可以。那再来、もう少ししたら、もう少し就是在一点，然后呢、したら意思就是过。 一阵子的意思，对、哎、吗？もう少ししたら，过一阵子，过一段时间的意思，跟时间有关系啊。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比较陌生一点，对吗？但是日常生活上也常用到，例如，呃，孩子在家里玩电动好了，然后妈妈念说：“哎，你赶快写作业吧。”那孩子怎么回答呢？

时时,、嗯、时间，嗯，都时间时期的意思，可以吗？适合欣赏的时间，米咕肉所以花也是盛开的时候，就是最好看的时候嘛。所以这个就是米咕肉米那同样的道理哦，除了米咕肉以外，还有其他的动词也可以加上去，例如说，タ背ゴ肉 食べごろ。例如，你吃火锅的时候啊，加上一些食材嘛，然后食材熟了，刚好熟了的时候，就说“哦，食べごろですね。哦，食べごろですね。”会这样说啊。好的，那我们看看下一句好吗？チューリップやラベンダーみたいな、チューリップやラベンダーたい 那些都是花的名称，那都是看上面的中文意思就好哦。j u l i 也是春天，表示春天的花的感觉哦。那 Lavenda 也是春天到夏天之间的花。Lavenda 马上想到的是北海道，对吗？o k 好的，那再来哦それはもう少しった方が綺麗かも。 もう少し待った方がきれいかも。それはなしえななの意思再来呢。もう少し待つ。それ再等一等。再等一会再等一等。再来一等。後が。後が就是比较怎么样的意思。それは再晚一点比较漂亮哦。是这个手法。はい。もう少し待った方が。 可以换成什么样的说法呢？就是在前面也有学过的，もう少しした方が、もう少しした方が再过一段时间的意思。もう少しした方がきれかも。那这个说法也可以、啊。好的，下一个。そうなんだ。じゃあ今見られる花を調べよう。そうなんだ，就是哦，啊，那哦的意思。那还有其他说法吗？ 如果你要稍微客气一点的话，すうですか、すうなんですか，那些说法也可以。好的，再来呢。今ま見られる花、みます是看，对吧？再来呢、みられる就是可以看。みます改成みられるます，就是可能性的说法哦。那再来呢、調べます就是。 查询的意思，所以如果是你上完查某一个单子、某一些资讯，都是希拉贝鲁希拉贝那可能是在公司调查市场还是什么的情况，也是用希拉贝来表示。再正式一点的说法就是查する调查司鲁调查调查司鲁，这个也是表示同样的意思啊。那再来下一个。 米莫萨なんていいじゃない？米莫萨なんていいじゃない？大家大家有看过吗？米莫萨这个呃花非常的漂亮，黄色的哈、哦。那现在刚好就是二月到三月的时候盛开，你到处都会可以看得到哦。那有一些人是把它哎得、呃、在花店哈、哦、把它买下来挂在房间里，那也是非常漂亮的。米莫萨，米莫萨，可以吗？